这期卡池想必大家能跳过的应该都跳过了，但我其实是很不想看到这个结果的，因为这两个，一个是我的糟糠之妻，一个是惊艳了我的年华的最初的老婆，所以我是很希望大家都能喜欢他们俩并且都抽一下的。但是作为一个专业冷静客观的一个原神博主，我也知道这二位强度现在可以说是一团乱麻，尤其是放在现在的枫丹版本，那更是毫无胜算。赛诺随身草的问题到现在也没说厚道，这大长招打不满就得切人，玩的就是一个闹挺。但是我们诺少败也败在这轴上，成也成在这轴上，这大招无与伦比的手感只有用过的才知道。凌人虽然我很不想承认，但是水龙王横空出世后，这水系战场主 C 我确实是能选龙王绝不选别人，太得劲了，伤害又高又解放双手，真的很难再有他的选择下再选别人。而且凌人能用的武器也不多，其中最容易得到的就是这把黑剑，如果你能忍受凌人玩黑剑的这个画面的话。而且鱼响是真他妈难刷，如果我有声音或黑名单，我早就把鱼响和魔女都拉进去了。但是凌人总有千千万万个不好，你看一眼他这大招也就什么屁都放不出来了，太美了实在是。所以我是真的很不想看到二位变成现在这个处境，但我又不能建议大家都去抽他俩，那他怎么办呢？那我只能偷摸自己先享用了，嘿嘿嘿嘿，爽。